从醒来到现在就用反间计。杜君刚才还说要要了。周小姐，这以后我们就是姐妹了。激将法，你也就是耍耍嘴皮子功夫，那有本事你赶我走一个试试。苦肉计，恐怕命不久矣了。熬不过今晚了，真是一刻都没有歇着。为什么就不能放我一马？没有我的允许，你这辈子都逃脱不了。你就这么按耐不住，这么快就开始勾搭别人了？分明就是有人陷害。利用完我就想走？我是在帮你。记住了，你只是个低贱的丫鬟。我不敢了，红颜哥。本小姐打的是苹果，又不是她的脑袋。我来教你开枪，脚站开，肩打平，瞄准目标，开枪。是不是要死了？没有我的允许，阎王都不敢收你。没想到他还有这么温柔的时候。小心他，还差什么？我再差人去买。面冷心热的家伙，还挺会照顾人的。这是我们萧家的祖传禁疮药，不会有疤。疼吗？我说疼，又能怎样？我的世界，你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，我说什么你都要听，懂吗？